这啥饭呀？这是捞面呀。去，给我加归了第五章第六营的第三厅，你给我看一下，看这捞面到底咋走了。做捞面的时候只能放生抽，不能放老抽，也不能放青菜，青菜寓意不好。就这一点小事，我说过多少遍了，屡教不改呀。如果你感觉你现在的职位你做不好，你说一声，分分钟都有人代替你啊。有多少人急破脑袋都进不了，你还不知道珍惜是不是？还有啊，以后跟他少来往，听见没有？倒酒。杨，你记住些，十年生败谁知晓，三穷三富过到老，没有什么好与不好，大哥的女人才叫大嫂，你一定要把我照顾好，你才能安安稳稳做大嫂，要不把我照顾好，哼哼，你都不要怪我出去找，记住没有？好了，退下，退下。